随着新疆各地州市复工复产工作的有序推进，为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首批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的胶体金法抗体检测试剂盒在新疆库尔勒市启用，切实提高了体检效率。记者在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看到，中国石油集团策锦有限公司塔里木分公司员工正在排队进行健康体检。今天单位组织我们100多名员工来接受体检，院方组织的特别的高效，各种检查也特别的详细，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可以安心的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新疆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何军介绍，之前的体检项目非常繁多，现在启用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的胶体金法抗体检测试剂盒以后，更方便更快捷。之前的体检项目非常繁多，需要检查血常规、血沉、心肌酶、 C 反应蛋白、浆钙素原、 CT、 核酸咽拭子检测，现在我院引进新型冠状病毒血清抗体检测技术，再配合放射检查进行初筛，从而使体检更方便更快捷。记者了解到，此次库尔勒市购进的首批胶体金法抗体检测试剂共18000份，价值100万元，已发放到库尔勒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医院和库尔勒市疾控中心。胶体金法检测时间短，检验快速安全，检测程序简单，灵敏度达86%，特异度达99%。通过1、2、3医院和我们这个疾控中心的检测的情况来看，血清分离后每小时的这个检测速度可达上百人，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检测效率。